累了，教官里努力清醒着，夜教官里想你了。好怕一发你要撑住，你也有在乎的人，在梦中不听话的就是你啊。停止了，听着呼吸像浪潮拍动着，越美丽越让我忐忑。我还能珍惜什么，如果我连自己的脉搏已经屈指可数了。如果我变成回忆，退出了这场生命，留下你错而哭泣，我冰冷身体拥抱不了你，想到我让深爱的你人海孤独旅行，我会恨自己如此狠心。没事吧？没那么幸运，没机会伴着头发们山牵着你，看晚霞落尽。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能救我，所以请务必告诉他我在找他。若有人可以让他陪你，会结束呢？那一刻是最后一刻，想把你紧紧抱着，可知你是我生命中的最舍不得。如果我变成回忆，退出了这场生命，留下你错而哭泣，我冰冷身体拥抱不了你。你怎么会这么没用啊？我让深爱的你人海孤独旅行，我会恨自己如此狠心。你会怕吗？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到底是谁？我是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的同类。我们就可以去一个只有 AI 的地方，但那就我一个。